耶和华，耶和华要指示伊所行的路，伊的心神就安息，伊的福的要承接托的。咱三个来念圣诗第475首，耶和华我坚固石盘，耶和华我坚固石盘，帮助我，搁做观台保护所在，扶持我。世上危险哪准防护，慈悲献手，达时扶助，建立是个安稳照顾，永保护，咱起立来伊转身。高前线，高到地界。
斩断枪，恁着行行，着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耶和华，甲阮伫地。心无惊吓，我靠救主的圣灵，为主干净好胆，徛伫阵前，着好胆进前，着好胆进前，唱歌大声着进前，搁背命，照主的真理，用伊做根器，咱着好胆为弟兄着进前，请起立来迎接神。Thank you.
打杯，饭干兄弟，你予我有臃肿的身躯，心内有平安，有喜乐。伫神的主日的早起时，我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去敬拜耳朵你，来求圣灵充满每一个人，予我会当得到稳定，得到力量。伫这礼拜中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家庭，拢会当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。也求主赦免我毋知甲毋知的罪。主啊，阮每工拢需要伊家己周围的代志来做选择。我嘛爱为阮所选择的来负责任。所以当阮拄到问题，来找求你的时阵，求主你打开阮属灵的目睭，让阮无搁再用家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啊，让上帝直接来介入阮的生命，来解决阮的问题。我相信主你为阮所选择的一定是上好的。感谢主，我要归荣光予你，主。阮教会拄着骗务的问题，求主你赐予阮的中职有智慧佮启示的灵，予因知影教会意向是啥物，因才会当知影要安那去找牧师是适合阮教会的。也求主你替阮的教会备办一个适合阮教会的牧师。我嘛为着十一月初四即次的选举来祈祷，求圣灵充满每一个会友，打开因属灵的目睭，互因知影，主，你要拣选倒几个人出来服侍你，包括牧师甲长老来服侍教会圣工。我嘛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，当因伫病床中间，互因知影。你是因唯一的瓦壳甲房山，当因找求你的时阵，求你伸出主爱的手扶持因，求因脱离一切的惊吓，心内有平安甲喜乐，搁有盼望。我嘛为着潘美惠牧师来代祷，伊今仔日所要传达的信息，拢是对上帝的遐来。也予讲甲听的人，平平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